喂他，就直接拿食物对他右键吗？我的妈！对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他吃了哦！你吃相也太难看了吧？他有变大吗？哎、欸，好像有一点一滴在变大、欸，哎，就很像充气球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欸，等一下我七个龙石都给他吃光光嘞、欸，我可以再让他长更大吗？啊我的那份呢？你们拿去吃掉了、哦、啊？箱子里那两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拿走了哎、欸。有啊？我的那两份呢？那两份什么？你那群鸡？我只有兔子刚给我的那两个啊。那我藏哪去了、啊？所以我可以。就是一直喂到它长大到五六阶哦，可以啊，如果你跟我说，可是不要不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准？应该有很多。不会，那是咬，咬那么大。不是啊，我有食物，为什么我不能喂它？你可以，但是因为会需要很多。哦，了解。它就让自己大啦。然后我们其他人的就掰。没有啊，我现在要去打怪，我是不是在帮你们打骨头啦？你们加油，我精神支持。哎、欸，垃圾人哎、欸，你给我拿出你的武器来支持。没有了，我要去找蚂蚁药看看。不是，你为什么要找蚂蚁药？你家蚂蚁问题很严重吗？你妈找蚂蚁药了？你刚自己讲蚂蚁药，你妈找蚂蚁药了？哎、欸，各位观众，快抖那一下蚂蚁药啊！他家有蚂蚁问题啊！已经自己有了。你好开心哦！不是，他刚说我要去找蚂蚁药，不是那种蚂蚁药，他是蚂蚁药的东西。我猜他们家会不会生气啊？那、啊、你找到蚂蚁药了吗？有，那我就全部拿来给你用。干嘛啊？啊，错人了。看你是吃到蚂蚁药哦？好吃啊！好吃，好哦。不是，你为什么要咬蚂蚁蛋吗？那种？等一下，那咬蚂蚁蛋需要蚂蚁药吗？要。等一下。哎呦，你有病哦！有事没事讲什么蚂蚁药啊？你才蚂蚁药，戳到完全戳到瑶的笑点。瑶，你的臭龙在哪里？我去看他。他停在兔子的那个屋顶上。北七哦，我跟你一样啊！你妈才跟你一样！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我他直接让我哎、欸，他把我的龙直接从三楼高的地方推下去。我不会吧？有这么高吗？我不会把他一脚踢下去。走开啊！他还不会飞，走开啊！哎、欸，他还对我丢了，先生，我有攻击你的龙吗？我有攻击你的龙吗？哈，走开啊！我刚讲几次？哎、欸，我又没有打你的龙。有，干嘛啦？有，你往那个方向看。怎么了？什么东西啊？你丢到人家的龙了啦！你不要再丢鸡了啦！好哟。哎呀，这好了，我处理了这个，我处理，因为我刚看好像很好玩。他真的会生气，他真的会生气。不是，现在问题就是你这样丢他就是到处乱跑，我们又不一定杀得到啊！我们现在就很缺乏肌肉啊！是我会弄的，我又不像那个屁孩。你屁又怪我哎、欸！为什么有人可以白目成这样啦、啊？哎、欸，他超生气，他真的生气了，完蛋了！不过就是傻眼。哎、欸，对，这样子穿上去之后，好像变得有点像别种生物的感觉。这么严重吗？你看我的，你的也太金了吧！哦，因为它是用黄金铠甲、嗯。我有钱。看起来好凶哦。我有钱。看起来就看不到眼睛，还是因为它在睡觉？对啊，这是在睡觉，欸、不睡觉就不要趴我身上好不好？它的翅膀没有保护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啊欸，那你们的龙是你们龙的性别是什么？我的是公的啊，女生。哎、欸，那你们可以生蛋哎、欸。不要，我才不要跟他当亲家。那个臭人，二媳妇。婆媳。哎、欸，你的才是母的哎、欸，到底谁的是二媳妇啊？你呀、啊，屁！我觉得我想、oh. 我觉得我要付一下我的装备，可是我的装备那个耐久又只剩一半以下，不知道要不要重做一套呢？我觉得重做一套好了，反正小奈来也是有一套可以穿，没差。等一下，有保护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都有保护室哎、欸，我觉得可以哦、喔。好保啊！我干脆直接去打那个好了啦，直接去打地狱猪人练经验好了啦。还要自己打、啊？
一下哦，这个保护我先付一下。哎、欸，火焰保护，你们就要不要付个火焰保护啊？还是都保护就好了、啊？你要付得到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才发现我的龙鳞头盔，我刚付保护四，结果还付水中呼吸三哎、欸，而且我刚付了三个装备，全部都有加上耐久哎、欸，哇，太棒太爽了吧！我的妈，外挂哦！你也知道，自己讲不是真的很像外挂，超可怕的哎、欸欸！那个哎、欸，那个有掠夺三可以付哎、欸，要不要付一下掠夺三啊？哎呦！拿来，让我看。啊！拿来啦！等一下，怪在打人啦！哎、欸，怪打我啦！直接给我把我武器拿跑哎、欸！把你的武器抢走了。人呢、欸？嘴遁，完蛋了！哎、欸，你看，你潜下来看，火焰剑在水里不会熄灭、欸。哎、欸，我、哦、靠，先生们，你在水里会变快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看水里有一个大冰块、啊。啊，我懂你的意思。哎、欸，超级垃圾，你知道怎样吗？我刚在水底，我已经快没空气，他还直接用冰龙剑把我冻住、欸，哎，他根本要我的命，好不好？哎、啊，你刚刚说在水里怎么火龙剑的？我就跟你说在水里可以变冰块。哪那么多鸡的兽啊？打掉！垃圾人怎么打掉啊？北七哦、欸！可是我的冰龙剑也是快到一半了呢，怎么办？你看，在这里挥霍。在那边拎着冰龙剑到处乱挥。不是啊，可是这么多集下来才到一半也够用了吧？龙醒来了啦，北七哦，为什么要醒过来？我不知道为什么醒过来啦。太可怕了！莫名其妙，他在挖。谁？不要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走开啊 ，Enderman， 你有病哎、欸！为什么要骂人家有病？等一下啦，哎、欸，屁孩，救我，屁孩！真的吗？你有办法吗？传我一下好不好？好吧。对啊，我刚才在做我的战前准备。快点，我又要死了！他死了！哎、欸，我刚喝下看火药水，好。你来啊！你把他推回家啊！啊，弄错了！还真的推啊！别真的推啊！有蛋吗？我身上没有哎，我也没有哎、欸。这只太小了吧？世界已经够大了，还没掉哦。脸黑。你看他这个垃圾垃圾人哦，你看让大家开台品质不好哦，他也要在那边拉哦。你耍不呀？哎，怎么可能啊？干嘛？我洗了三个附魔，然后我的胸甲洗了三个附魔，从头到尾都是耐久，他根本没被洗掉啊！啊，你就没有用啊？算了，耐久我也付了啦，气死我了！哎呦！敢问你付到了什么？哎呦！耐久我也要耐久三，然后付到保护四，这就是我要的，我就是要洗掉保护啊！你们想要付看看中介龙蛋吗？所以你要去打中介龙，把龙收进去号角里面哦，收进去号角里面哦，好像也可以哦。有了龙吟号角啊，是什么？右键催他吗？他们说不要朝空中，因为会一去不复返。啊，是什么意思？所以对着龙右键吗？你对着龙右键啊，它会跑进去，然后你再一次右键会有那种把它射出来的感觉，但是请不要朝着空中，据说会一去不复返。来不及工作吗？哎、欸、呀，他被冻住之后也太好笑了吧！巨大冰块，对啊，兔子阿比过来吗？过来啊。好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要冻住他，你气球带南瓜了。不是你冻住他，先不要打他，先冻住他就好。你看他冻住会变很好笑。你等一下看他飞走，他冻住会很好笑。谢谢您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